直接的听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你直接就去听，他就能够过去，那个声音就会过，就会入流往所。你要去猜，听到声音的是谁，你加了那么多意念，根本就不可能正得耳根圆通。你不要管他，你脑子什么也不想，你就是听声音，知道吧？你为什么就不能单纯的听声音呢？为什么那么多想法是去向？什么叫那个真的那听到声音动静的是什么？听不到声音，还要是去找一下我们的文性是什么？你不要听，你自然听，自然文性就显露出来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文性。不要想那么多，所有的方法都是后人就不断的给你加的，给你脑子里更多造了更多的漏翻漏。我不能说他们不对，但是挣得起来更困难。真是。所以你直接你就不会听声音吗？很专注的听声音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很专注的听声音，就这几个字，什么也不要想，专注在声音上，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吗？很清楚的几个字，把你的耳朵扎起来，专注的听声音，甚至你会发现那种本能的反应，它不是由你的控制的。本能的，对，那种本能会出来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耳朵的机器是非常本能的一个反应，就把那些声音给你分裂了。这个机器就是那样的，不是你想不想控制的。我们所有的觉受都是在这个智库控制里面，我们是无法跟本能抗衡的，知道吧？你就是这个机器本身，你怎么抗衡？身心是一体的，就是说。如果是实在没办法，我再说没办法的办法，说你根本专注不了的时候 ，OK。那么第二个没办法的办法，才会告诉你说，把意念专注在两个耳朵连线的中间那个一点上，哎，专注憋，他专注在那儿的话，他呼吸会憋住，他一闪失，他就听不到那个，他就不够专注了。这是第二个没办法的办法。实在没办法的办法就是你刚才说的话，去反省能听到的是谁，就是这是已经是，这就已经杂念很多了。